哇，现在可以装了，超级假棉花糖，我要补充再掉，放在这个里面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棉花糖有点不太妙哎，融化了。粘住了。哇，这个棉花糖浆摆了很久，棉花糖摆的更久，所以全部都融化了。然后我们刚刚加了一些面粉，完全不粘了。溜溜，这个棉花糖过期了，所以基本上也是不能吃。我加点面粉。断掉啊！成功了，我刚好也装好了，装了。弓箭比较好射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超好玩，弓箭超好射，你撂到底，一弹弹上出去。我觉得弓箭射的比较不远哎，被他弹走了。你们看墙壁呀，还有地板呀，都 Oh my God 呀！好，我都想想看怎么处罚你。我反了他，走。因为这组玩具我们摆了很久，都没有机会开。所以摆到棉花糖都过期了，假的棉花糖又太大颗小，然后真的棉花糖又太黏，它威力还蛮强的。妈妈刚刚被打到脸，说很痛，所以千万不能对着人的脸，会打到眼睛里。我觉得用棉花糖当子弹还蛮酷的，还好我们的棉花糖过期了，不然就有点浪费食物。过期了就可以拿来打的，反正也不能吃的。这个棉花糖打出去，你看都没有。它没有坏掉，不是新的哦，是刚刚那些，它们可以重复使用，打出去也不会变形。不要踩到我点掉，嘎嘎点点就踩过去，然后就哇哇哇哇扁掉了。我觉得弓箭比较容易射出去，可是枪的威力比较强。可是妞妞喜欢弓箭啊。还有刚刚我们没有看到地板全部都是面粉，那是因为我们加面粉才会有面粉，这是美国亚马逊买的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una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una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Nuna还有第二频道叫做Nuna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。